那我们一直想象着，我们昨天跟城管有挺大大吵了一架，把局长昨天把直接把局长骂到他连他妈都认不得，我们一路骂过去。哎呀，存在人最多的大黑圈，你不要在马路上搞，说起来，我有破发过，你说起来，存在人最多的，你们就停在那边，我们办那么多人，然后呢？他们玩的很新的东西。